系统动力学应用于社会经济复杂动态问题、建模类比以及系统思考。近年来，由于系统动力学应用软体工具的进展，使系统动力学建模方法与类比分析规范更严谨且简单易学。源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Ventum 软体，是由 Ventana Systems 公司开发，是全球获得广泛使用的系统动力学建模软体。任何时候只要有动态、细节和多个利害关系人，问题就会变得复杂及难解决。这种情况发生在每个领域，健康、制药、能源、气候、城市、物流、专案、制造、技术。即使是组织上简单的个人财务和健康决策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涉及复杂的权衡。Ventum 旨在帮助您有效率地建立并深入分析高品质、透明的模型，从而协助您改善思维和决策。意图胜千言， Ventum 可以轻松建立客制化的因果循环图、库存图和流程图。您可以使用不同的颜色、字体、符号、箭头、形状和管道自定图表。您可以在一个模型中建立多个视图，每个视图都包含整个模型结构的一部分。当您准备好编写方程式时， Ventum 提供了一个高效的环境。Ventum 可以建立和模拟仅包含几个变数或数百万个变数的模型。Ventum 具有许多内建功能，包括使用者定义的搜寻条件、测试输入模式、逻辑运算子、随机数产生器、连续和离散延迟、平滑和预测、科学函数以及可自定的聚集和外部函数。Ventum 具有图形化的建模方法，除具有一般的模型类比功能外，还具有复合类比、阵列变数、真实性检验、灵敏性测试、模型最优化等强大功能。适用于提高真实系统性能的工业强度模拟软体。Ventum 丰富的功能集，强调模型品质、资料连接、灵活的分配和先进的演算法，适合从学生到专业人士所有人学习及应用系统动力学。Ventum 用于开发、分析和包装动态回馈模型。产品特色强调高品质、维度一致性和 reality check， 连接资料和复杂的校准方法。SynthSim 中的连续模拟及时输出、灵活的模型发布、模型分析，包括最佳化和蒙特卡罗模拟。Ventum 包含许多业界领先的模拟技术，如因果追踪、下标语言、最佳化、资源分配演算法。您的直觉，我们的软体。买正版软体找齐全企业有限公司，统一编号 28793967， 所有产品皆享咨询、支援及保固，并可开立二联式或三联式发票。Cheer Chain Enterprise Company, Limited, distributes and sells software with the aim of offering clients guidance when choosing software, as well as technical support.